这里一点都不像是一个家。哇，老公，你个爸爸，哎，要看两片吗？这个男人呢，你快点看来。来呀、啊，来来来来呀、啊！不好意思，这个 display 说话是不可以做的。所以，所以，所以，对不起。切，卖将贵。哎呦，但是坐一下都不能咩。在做什么？听回音哦。哦，上一前我们房子空啦，有没有人性的哦？买这房子给你住，一句 thank you 都没有讲，还要在这边养。真的很空吗？有你，我从来都没有觉得这房子空。哦，做什么？哦，还有叫把单哦，来了。如果我们家厨房有够嘎仓，这样我拜一会在家煮 curry， 拜二煮拉萨，拜三煮海南鸡饭。拜四煮，反正煮什么都好，就是不要在外面吃。哇，这个水是冰山融出来的，像鬼人。哎，老婆，你刚才讲什么？我讲你的大便很臭啦。老公啊！啊！你买这么多这推高柜做什么？推你的头啦！这是嘎仓，你不是讲不够嘎仓吗？什么嘎仓？来来，坐下来坐下，帮你算啊！来，站起来站起来，摇一下看。那里？摇这边。啊，摇摇。看，这头发几 high tech 是不是？哦。哎，真的很 high tech 哎，喜欢这个，好喜欢，这样你一次要用好哦。我们迟点再买啦。你觉得这边很 OK 吗？现在你有看到这边这样空吗？连桌子都没有哎，都不知道几时我们才有一个完整的客厅。我觉得我们不能再这样子下去。这里一点都不像是一个家。家是什么？从他说那句话之后，我一直问自己这个问题。是一起吃饭的地方，是仅仅依偎的地方。
是老婆不会寒冷的地方。还是这个风景。你买的？对啊，淘宝买的。贵吗？不会哦，便宜整大半。整大半？在翅膀硬了啦，买沙发都没有问我。对我来说，家是一幅自己打造的风景。我最喜欢的部分就是这个表情。家是一幅自己打造的风景，但是我们家还少了一些什么。哇，你怎么回哦？来来来，坐坐坐。我们要出门了吗？你还没有准备好。出门？要去哪里哦？ Galaxy。 Galaxy？ 嗯。啊？哇，老婆。嗯？没有想到你这样romantic的哦。定了，我们暖暖了，我们在北京。来来，快点，漂亮哎！哇！哎，老婆老婆，等一下，这个酱特别的。嗯。这个什么星来的？星啊。星？什么星？一个月大的星。一个月大的星，是有一个月大的吗？我说，一个月大的星。Baby？ 真的啊？哇，这样我不是要做爸爸了？对啊。这样你要做妈妈了哦。快点想，快点想，我们孩子要叫什么名字？还有很久啦。哎呦，人家开心吗？打造一个家，是一辈子的事。因为爱，我实现了10000种能力。